第一次穿的时候就是本来很美，然后就是真的看到镜子的时候眼睛有一亮，哇，好像还蛮美的啊。四叶草婚纱初体验快往生，被问想婚这样说。我为了这次的代言就是有去健身的。大概瘦了多少？我昨天可以讲吗？我昨天第一次看四字头，就是很就是第一次很久以来的。多久以来？就大家开始发现我腹就变胖了。天哪，男友根本就不觉得你胖啊。好像有腹肌，角度问题。你知道现在腹肌吗？有邀请你欣赏一下腹肌，有介绍。不是，因为女生的那个运动衣服其实就是男性嘛，除非你穿 T 恤，他就是会看的。他不管有没有腹肌，他对我来说都一定是满分。你们私底下会一起去运动吗？他很爱健身，然后我自己有时候发觉自己变胖的时候也会去。或者是你理想中的梦幻婚纱？我小时候想象的就是那种超级公主的，因为我以前喜欢迪士尼的，大蓬裙越大越好，这里要有那个你说公主的蓬蓬的那个，我小时候就很想要那种，就看他们绑一绑，再有化妆师帮我拉，然后就哇天哪，倒抽一口气，感觉快往生了。姐妹们结过婚了都会讲说，哇，其实办婚礼是件很累的事情。没有预计。就是什么时候会想结婚这件事吗？这个不是我可以去决定的吧？我觉得真的要看缘分。希望我自己晚婚的，因为我觉得多一点时间，结婚过后不就没有？你结婚之后还是可以继续工作啊？可能两家人的事情啊，就会有顾虑啊，有人在催你要生孩子嘛，然后就两家人的事情，好好